Drop it。日前，超级名模刘雯、演员王千源、张兰心一同现身北京，出席某内衣品牌店开幕活动。刘雯一袭黑色蕾丝装现身，内衣毕现妩媚动人，超高人气更是引来大批粉丝围观尖叫。同行的张兰心则是身穿薄纱透视装，露出性感半球，火辣身材也是相当抢眼。而王千源作为三位明星中唯一的男士，即使逛起女装店来也完全没有害羞之意。原来此行除了站台捞金外，王千源还不忘为自己的太太挑选内衣，真是十足好男人。来替太太来先看一看这个店货啊，因为在我来之前呢，我的太太还有我太太一些朋友都知道这个牌子。当然除了为太太精挑细选内衣外，同时身为好爸爸的王千源也时时记挂着女儿的成长问题。这不，为了让女儿日后也可以有一双修长的美腿，王千源也趁机向同天出席活动的刘雯讨教秘诀。今天我提前呢跟这个表姐拉一下关系啊，以后我的女儿长得很高的时候呢，有可能她喜欢模特的时候呢，哎，那我们就有一层关系啊，那就会很快的进入到模特的队伍啊，超模的队伍。其实我觉得我来说，因为我是个模特，可能我平常会有一些站姿或者是摆 pose 的时候，比如我今天穿了这个高叉的裙子，可能我会把腿稍微往前面伸长一点点，可能这样你看起来角度就会比较长一点。话说自从参加真人秀节目后，大表姐刘雯可谓人气飙升，与崔始源组成的16 CP 更是圈粉无数。不过节目收官后，两人感情始终扑朔迷离，也不免引来外界好奇，16夫妇的感情到底进展得怎么样了。就是我跟始源都有联系吗？那这个问题不会，因为大家都是好友嘛，因为没有说给大家都是朋友。没事，我换一个问题。现在还有联系吗？现在没有联系我。哎。最近也爆出了石原将要入伍的消息，看来 CP 粉们要想看两人恋情升温，恐怕暂时无望了。